那我不会演戏，那个你我教你呀、啊，你能教我啊？我多行啊！那咱什么时候练啊？现在就练啊！这么些人呢，在这练啊！让大伙儿给咱提提意见，多好啊！那咱有个题材没有啊？有个题材啊！现在啊，我发现啊，电影这一块啊，啊，动作题材大伙儿爱看，动作题材火。前些年啊，吴京有一个《战狼》，对，一二那票房好几十个亿啊！是他来《战狼》哦，咱们俩也来一个，咱们也《战狼》，咱们俩演野狗，野什么名字？这是野狗，野狗。你甭管名字怎么样啊，这个吸引人的眼球啊，这个行，能抓住人眼球啊。哦，这个题材是这样的哦，好比是一个，你是一个特种兵，我是个特种兵，你是特种兵哦，你要去救你的队友去，我救队友，在这个敌人，外国敌人抓着，哎，在他那个军营里面救他们哦，因为他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他知道秘密。对了，哦，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故事情节。这个好，营救题材，我喜欢这个。对，你这样 啊，你演野狗，我演野狗，我演猎人，你到时候呢，你救我。等会儿，你是猎人，我是野狗，那这个咱俩就演驯兽呗，就是。驯兽就遛狗，你遛我呗，你上来，来野狗来打滚，我在这儿；来野狗来拜拜，我在这儿；来野狗来装个死，我在这儿。我还给你捡个棍儿吗？我还？你瞅你演，这是野狗吗？啊，这演的整个是一个傻狗，撒口令一个动作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动作吗？不是，代号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哦，就叫这代号了。代号。行，找一下感觉。那咱就是演，准备好了，说开始就开始。你现在就是野狗了。我现在就是野狗，野狗。你来到了一个国外的郊区，国外干什么？占地盘来了是不是？不是野狗吗？不是，特种兵代号野狗。哦，忘了，特种兵。你来到国外的一个郊区，郊区，外国敌人这个军营里边啊，你进入了军营，我进入军营。然后你换上他们的衣服，换上他们的衣服，找这感觉啊！你来到这个军营的深处，深处，军营的深处是一个酒吧，所有的外国这些敌人。等会儿，军营里还能有酒吧吗？外国军营，他们就是酒吧喝酒跳舞，就那些事儿。哦，外国才那样啊！你甭管这个，你就是进。行，这是一个酒吧。酒吧里边啊，现在放着劲爆的舞曲，还有舞曲，所有的敌人都在这个酒吧里面跳舞，都在跳舞。但是你进去以后啊，你得跟他们融入在一起，融在一起，不能让他们发现你哟。你得跟他们一块跳舞，一起跳。但是你放心啊，跟你身边跳舞的人就是咱们的线人，他会告诉你猎人，也就是我的位置在哪。我得跟他们一块跳，没错，旁边那就是线人。对了，甭废话，我推门听什么音乐，走。4、3、2、1。啊！我告诉你，猎人的位置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二楼。我在跳！费这么大劲，猎人在二楼呢。敌人们太爱跳舞了。啊！一个酒吧装不下，又盖了一层。有个二楼。还有个二楼呢。上楼吧。哎，行，走。上楼。我到二楼了。到二楼了。啊！二楼是一个酒吧。也是酒吧。在这个酒吧里，所有的敌人都在跳舞。也在跳舞。你为了融入他们啊，你要跟他们一起跳舞。一块跳。但是你记住啊，在你身边跳舞的那个人就是咱们的线人，他会告诉你猎人，也就是我的位置在哪。就跟一楼一样呗。推门吧。别废话，推门，我听什么音乐这回。四呀哈，还是他。2、1。我来了，你来了啊！我告诉你，猎人的位置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三楼。跳！费这么大劲，又有个三楼啊！敌人们太爱跳舞了，哦，两层装不下，又盖一层，又有一层。上三楼，别废话，赶紧走。来，我到三楼了。你到三楼了啊？三楼是一个酒吧啊，所有的人都在跳舞，我得融入他们。在旁边那个就是线人，别废话，推门。这回什么音乐？呀哈！3、2、1。你来了啊！我告诉你，猎人的位置在哪儿？不用你告诉他，我走了。你走了，别，你不能走啊！啊！你要走，敌人就把他整死了。不用敌人，我看见就弄死了。停！人家打听情报来，你要把他弄死是不是？废话，我这跳广场舞来了，一趟爬了六楼，我裤子掉四回了，我都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军营？这军营就没有个广场吗？这不跳广场舞那老太太吗？这个。
这不动作片吗？动作片得打呀打呀打呀！行，打打。现在所有的敌人都发现你了，发现我了。你要开枪打死所有的敌人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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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子弹了，机关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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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没子弹了，手榴弹啊，没手榴弹，坦克，哒哒哒哒哒，没炮弹了，过来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王八拳啊！打死你，打死你啊！作死你啊！这有什么可鼓掌的呢？怎么没事上这儿哄傻子玩来了是不是啊？来，你给我起来，把鞋穿上来。来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怎么了？起来。我把他们都坐死了。来，胖子，咱讨论一个技术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这是三楼，你这个坦克是怎么上来的？你别管我，反正把他们都坐死了就行了。啊，行，你现在坐死了所有的敌人啊，但是你也受伤了。我受伤了。你现在脖子断了一根筋。我脖子断根筋。左边肋骨折了三根，右边肋骨折了三根，两条腿让敌人打断了，你步履蹒跚，我站不起来了，留一条啊！啊，行，还剩一条腿啊！你在一个角落发现了我，哟，但是我也受了伤了，我气喘吁吁啊，奄奄一息啊！这时候你悄悄走到我的身边，然后呢，又响起了悲壮的背景音乐，还有背景音乐，是。上哪上哪去，没完没了了是吗？老头你考虑一下。我不考虑，说话现在啊，说话说话。我来了。怎么你热了？你像个野狗，奄奄一息吗？说话呀，说话。我来了。你来了啊。我不行了，我要死啊。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你说。这儿不安全，这边。他怎么过去的呢？他，我来了，你来了。我不行了。我要死啊。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不安全，这边。快！他跑挺快的。我奄奄一息了，快！我来了，你来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，但是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你说，这儿不安全。哪儿不安全？哪儿不安全？整个楼的都叫我坐死了，哪儿不安全？就这儿说，就这儿说，就这儿说。再来一次，我来了，你来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死呀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你一定得记住了。你说什么事儿？我吃板面不要鸡蛋。哎，我去你的吧。